哥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。我能吃一口吗？
小哥哥。举过头顶来，对，主要是腰力，知道吧？主要是腰力，腰用劲儿啊！我一会儿给你喊一二三，你就给我使劲给我撸，用尽你全身的劲儿，一二三，好，我用过。哎，哎呀，你就这么。你，我来。抓住！你抓住！真的是你抓住！